哎，还剩5分钟了，很兴奋啊！哎，非常的开心。时间到的时候，别忘了互道新年快乐哦，好不好？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整场的这个跨年演唱会要带给大家的哦，就是不但大家一起回顾2009年高雄的高雄市的很多很多的第一，由我们市长带领出来第一，更重要的是希望今天所有朋友，不论是透过我们电视的转播，或是在现场跟我们一起在倒数的朋友，在倒数5、4、3、1之后的那一刻呢，都可以迎向最美好的2010年，大家说好吗？好。其实每一年跨年啊，高雄市呢都有非常多的创新，像去年我们就我们的高雄之眼了，哎，对不对？高雄之眼代表我们高雄向世界发声，我们要直接跟伦敦之眼挑战，没有错，哎，进而成为全世界最新的地标，就是我们的高雄之眼，对不对？除此之外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应该算是南台湾最大最大的一个跨年晚会了。是是。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猜测说，今天究竟会涌进多少的人潮。然后一直呢，在我们活动一直进行当中，就会发现，周边看，全部都是满满的人山人海，陆续有人加入啊。对，然后到我们倒数前，我们就知道的。我觉得现场现在一定又超过，就是50万人。对，那待会要请50万人的朋友们在现场跟我们用最大声的声音撼动整个高雄，迎向最美好的2010年。是的，时间只剩下3分多钟了，大家啊，越来越近了啊！准备一下啊！我个人非常的兴奋，在2010年呢，大家注意了，爆出你们2010年第一个拥抱，播出你们2010年第一个香吻，好不好？进而许下你们在2010年的第一个愿望，好吗？哎，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想一想，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愿望？那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花妈对于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展望吗？谢谢。第一，我希望高雄县市合并，能够让大高雄更进步、更提升，能够跟更具有竞争力。跟国际同步。第二，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能够有更幸福、更健康、更平安。第三，我希望我们所有台湾的社会能够更和谐、更和谐，台湾社会能够互相关怀、互相爱护，这是我的愿望。谢谢市长的愿望，真的是希望在这个社会到处都可以看到爱，然后就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跨年开始，我们就要每个人去做到，付出爱给身边每一个人。是的，是的，距离我们2010年的元旦呢，还剩下2分10秒了，越来越近了。是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？应该就是马上就要迈进倒数了。那接下来康哥，你要不要讲讲你的新年新希望？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希望在2010年我的脸可以小一点。那很难呢，加油，希望你的新希望可以成功。那鹏哥嘞，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国光帮帮忙啊，真的希望能够出个外景到我们可爱的高雄市来做个几集的专辑，替我们高雄市好好的发扬光大它的市政以及美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区中环就没有愿望的？没有，当然有了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全台湾的老百姓呢都健健康康，然后呢我们国泰民安。那我自己私人的地方呢，我就希望我的女儿啊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在未来的一年呢能够都早生贵子的啊，还要生啊，不要再生，我3个女儿了，拜托求求你了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待会跨完年之后呢，我们的节目会再继续下去。是的，现场的观众千万不要离开现场。是，好，现在准备倒数，剩下1分钟了，剩一分钟了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要准备倒数了，准备倒数喽。然后待会呢，我们会从20秒开始，然后15秒、10秒，最后我们的烟火就会齐放了。各位现场的观众，准备好你们手边的照相机跟摄影机，是好好的记录下来我们新的一年的到来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现在我觉得全场的人的心是一
十二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来，新年快乐！当中